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韩泰可居的小家伙元神出行之荣参选战绩 5.24 一更活动攻略火力四射的新朋友元神 4.6。 好的，这边是活动第二关，只打这个龙蜥。龙蜥这一遍呢，主要是需要带一个盾啊，需要带一个盾，因为它会往地上喷土，喷土的时候用盾来给它反弹伤害。然后我们这边要拿元神道选小了一位难度，然后把这个教授策略全部都选，然后就跟大世界的那个差不太多啊。如果说你想拿这个啊生义务的这个经验，那我们就只能选一条策略，这个看你们自己。我们先来试一下指南原石，这边记得带上一个护盾。安童手接在两项了。顿顿嘛，这边把这个立起来。咦，来按下 T7 约打。插到你来。这个 T 炸胎就完了，这边还是很简单的，额头不好欺负，抓到你来，塔风，来了，蓝行吧，走，开幕，风共迷行，攻守接待，抓到你来，别担心，光手牵掉，为你献上，这边搞定，只拿原石的奖励搞定。如果要拿满所有奖励的话，一键选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磁铁。这个反噬机制呢，就是他在朝地上吐的时候，你身上的盾不被破掉，并且啊要岩元素的盾或者是对应元素的盾才可以啊。注意啊，这边是两个条件，一个条件呢是你的盾不被破掉，第二个条件呢是你的盾的属性要么是岩元素的，要么是他身上对应的冰水元素的盾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你选3或者选4啊，这个看你自己取舍。你要说你没有岩元素啊，没有钟离这一类岩元素的盾，那你就选第四个。那如果你有钟离的话，你可以选第三个。好，这边来打一下。早。为我哥说的一起也要自己说。睡吧喝吧，一路走好。欢唱以我之你，远顺无痕，此乃天道。安柔盘，绕世间热浪起来吧，抓的，风尘，真根，野火燎原，炮龙。既收并行，收，阴线，枪支，闪耀时刻，天理长驱，安柔牌，拒收不，仰笑了。
当场射过。倒。哦，太坏了。哦，哦。为我哥挂。抓的。真气啊！行，让世间热闹起来吧。物若己看，样台呀。好了，这边搞定奖励也能拿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